我没听错吧，有人用矿泉水瓶吹出了一曲兰亭序。刷到达人迪迦小言的视频，他用一个装了大半瓶水的矿泉水瓶挑战吹奏兰亭序，随着双手紧捏瓶身，带着水位的高低变化，一首旋律悠长的兰亭序就这么水灵灵的响起来了。有网友就疑惑了，哎，他是不是用嘴嘟出来的，不用瓶子也能吹出来吧。有好学的网友找来同款瓶子，结果发现自己能够吹出声音，但是吹不成曲子，还差点干缺氧了。我看了一下啊，这位达人之前发布的都是吹奏竹笛的作品，笛声婉转悦耳，但是受欢迎程度远不如演奏水平的。这可真正是十年吹笛无人问，一招水平天下知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平平无奇的水平能够吹出跌宕起伏的旋律呢？有课代表出来总结了啊，当用嘴贴着装有水的瓶子口吹气的时候，震动发生的物体是瓶内的空气柱，空气柱越长，震动的频率越低，音调也就越低。简单说，瓶中水位越高，音调越高，水位越低，音调越低。远去的物理知识突然开始冲击我的大脑，给我一瓶矿泉水，我现在强得可怕，你要加入挑战吗？